片单跟一堆说要去看但最后都没有去看的电影，很吃惊哎，对，是吃惊。然后后来就很快乐。我这一题真的超难，因为我觉得这很像叫我选颜色一样，就是我是一个什么颜色都喜欢的人，然后要我讲出一个，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。所以应该是说，如果说角色，如果我们讲角色的话，我会希望自己也有机会能够演出某一种角色，就是原子温的电影《爱的曝光》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叫做小池，演那个角色的演员安藤英，他的表现也是很迷人嘛。我只能说我对于一些角色特别的喜欢，痴、萌、狠。黑色跟白色哦，打妹得死，我真的办不到。爱情片还是惊悚片？两个，哎呀，爱情好了。冬天还是夏天？夏天。青椒跟苦瓜，好难哦，都很好吃哎。青椒好了。喜欢搭捷运还是公车？公车。看电影的时候会先考虑卡斯还是剧情？剧情啊，喜欢喝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。入围以后，或是女配角得奖？是以后好了，就是要看心情，我当下心情是什么，我就会换什么。也不是再也不想刺青啊，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如果要演戏的话，身体还是干净一点。如果没有限制的话，我会希望就是乡土剧的类型，因为那是阿嬷唯一会看也喜欢的类型。